这叫什么呢 ？B01。好，那一样有没有？这是还有什么呢？毛毛虫错误，对不对？移上去做什么呢？汇入就好了。哦，记得哦，移上去大概等个两秒钟吧，哈。好，宣告完成了。那宣告之后呢？接下来因为这在程式嘛，等于在记忆体里面。那我现在的东西哈、哦、是在画面上面，在这个画面上面。那我要怎么连接？两个要把它怎么样呢？连在一起。那连在一起怎么做呢？接下来哈、哦，请你在这边哦，啊位置特别注意哦，是在这个 main 底下哦，哈、哦、main 底下，你不要写错位置哦。那个宣告的位置的话呢，是在这个底下哦，你不要放错位置哦，放错位置也是会执行不出来哦。那连接怎么连接呢？第一个哈、哦，我就把这个怎么样呢 ？copy 起来放在这里，它等于什么呢？它是一个什么呢 ？test view， 所以哈、哦，请你特别注意 test view， 先给它一个刮弧。这个刮弧哈、哦，在 Java 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强制转换，因为画面上面是一个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是一个 test view， 对不对？那如果要在程式里面呢，请你强制帮我转换成一个 test view， 再丢给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就在记忆体里面放上去哈、哦。那怎么样抓到界面上面的那个东西哦？你必须要打一个 list 点啊、哦，点之后的话呢，再打一个 find view by ID 哈、哦、，find view by ID 按 enter。接下来的话，请你打一个大 R， 这个大 R 的话呢，点里面有个 ID， 这个大 R 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会有个登录档，登录档里面有个 ID， 点一个什么呢 ？T01， 然后呢，直接怎么样呢？再给分号 ，OK， 这样子的话呢，就表示说呢，我在界面上面有一个 T01， 对不对？刚刚我们有给它一个 ID， 对不对？它的 ID 名称叫什么 ？T01。然后呢，利用那个 find view 把 ID 哦，把它连接到我刚刚宣告的这个物件，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连接。再来的话，底下 button 也是一样。那 button 要怎么样连接呢？一样 ，B 上面的那个记得大小写有差哈、哦，所以这边的话，请你给它 B01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也是一样，给它一个小括弧。